因为我脱掉你爱，无论未来的路是低还是高，一定有你对我深深的思念，也搁在飞，也搁在等，因为我脱掉你爱，无论所有一切是真也是假。安心亚主演《生活时代》剧《牛车来去喷演技》，剧中安心亚命运备受考验，先是老公过世，紧接着借腹生子。日前播出精彩大结局，剧中安心亚长大后的儿子永龙和同母异父弟弟指腹未婚的老婆玉兰在一起。随着戏剧画下句点，安心亚也在脸书抛出自弹自唱戏剧片尾曲《带着你的爱》的影片，让网友直呼心亚太会唱了，舍不得《牛车来去》完结啦。我摇摇海海继续走，两个人相依偎，落梦中幸福的我，若是想到你的笑，我的心也慢慢疼，但是我不怕，我不怕，因为我带着你爱，无论未来的路是甜还是苦，一定有你对我深深的思念，也搁在飞，也搁在等，因为我带着你是假，也有我这梦想也在头前等，等我去追，等我去找，属于咱的生命的美丽。戏剧节目男配角奖。得奖的是尤安顺。尤安顺，公视人生剧展盲人阿青。得奖的是尤安顺，新创电影短片大吉。哎，尤莉亚。模仿犯近日掀起高讨论度，不仅成为平台内台湾地区第一名，在全球190国家地区也有亮眼的成绩。其中饰演吴康仁舅舅的尤安顺，被网友发现根本是时间管理大师，不管在电视、电影还是串流平台，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该发现也让网友惊呼，真的哪台都有他。尤安顺不仅是《牛车来去》中安心亚的公公，《第九节课》的校长，《做工的人》中的昌哥，更是三立八点档一家团圆王家的暖心爸爸。尤安顺虽然不断自称是不起眼也不主流的小演员，但他其实早已是金钟奖获奖常客。尤安顺曾被问及拍这么多戏是否想过休息，他谦虚说，我不是一个很自在的演员，但我是很实在的演员，家里小孩还小，必须实在一点，有需要我就去。姚黑，爸带你来回来哦，你也对我调哦，要对我调好，俊哥，你安尼，我要清醒，不要回转来，亚伟，咱走。出事的第一天，爸是头一个玻璃的人。我叫你等一遍，爸会带你回来。今晚，爸就带你回来。娘，
看着我。我怕失望，你知影吗？伊即个离开，我唔知影你是毋是会搁再回来。啊，不过你若是有回来，爱让阮知影哦。好，你看即马，阮伫个日头上大、上水的时阵，大家拢来送你啊。你若是有欢喜，我爱让阮知影哦。现在换菩萨牵你的手，请你放心的跟他走，放下所有牵挂，带着我的祝福，你永远在我心中。现在换菩萨牵你的手，请你放心。你要过来做爸爸的查囝啊！你要过来做爸爸的查囝啊！请你放心的跟。